收，别忘记个小时，直到周六凌晨送到备用之后，虽然立刻插管，却来不及就看。疫情正快到高峰期，现在传出越来越多儿童染疫，甚至演变成中重症死亡的案例。基隆一名两岁的男童疑似因为保护染疫被传染，转院抢救仍然不治身亡。我们小儿科医师、小儿专科医师看过之后，他认为他是属于比较高、比较重症的病人，怀疑是有脑炎，所以当时就建议说安排转院。这名男童十二号快筛阳性，出现轻微感冒症状，体温正常，医师开了感冒症状药，就请家长带回家。后来 PCR 确诊 CT 值18，但到了13号晚上7点左右，男童发高烧，甚至最高烧到42.7。